欢迎来到第二季优萃有机奶粉无限超越班收官之夜，欢迎前来助阵的前辈议员。今晚无限推介会将展映四部终极影片的推荐，助力议员获得心仪的片约，是本季无限超越班议员们最后一次可以向老师们学习的机会了。我对你这所有的生活，我就是想找个眼，你打我，我不想死，你就让我死了，我求求你。演员真的不是万能的，演好一种已经不容易了。比较出彩，内心的细节演得不错。一出场我觉得有点东西。我觉得纪凌尘这次完全放开来演了，所以非常好。他的节奏很对啊。他真的是要表扬的，就非常好，也是有自己的样子。这个片段可能是目前看的最好的。公众对你的认知重新回到了演员这件事情上面，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开始。我想给我这个 offer 是给我这个 offer 是给男一号在这儿。反一号在这儿。就这样。你这样弄得我都不知道我应该闭眼还是不闭眼了。你要干嘛？带你体验一把刺激的。他锁我喉。因为刚开始你会心甘情愿的去配合。对对。比较磨合。对。你看我马上可以超你100分。对啊，我能超100分。100分，我真的超100分。好幼稚。做什么？做啥了？做啥了？姐姐，你喜欢你呀、啊？不中。我觉得肯定。4年前第一次相遇，什么印象？第一眼很惊艳吧，大气端庄的那种。长得大，会气人，大气。真正的熟人之间是说不出对方任何一点优点的，经常整得我没有面子。你当着我的面说这种话，碎了吧，碎了吧，他要碎了谁来？好爱矫情的精神状态。各剧组的拍摄工作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，现场会擦出甜妙的火花。嗯，胖，他就哦，跟着踩死啊！太可怕了，以后估计从这儿开始吐，从底下。你说他？你是疯了吗？宝哥，哥你这样说，哎呦，让我打手下狠一点。我来的时候，你爸爸买了灯笼。然后还有彩虹线那种亮的绕了，挂在窗边阳台上，然后都是大灯笼，大灯笼，就觉得很被祝福。然后你妈妈做的菜，每天餐桌上都有10道菜以上，那几天我吃的好，真好，真好满足，重视成果，很温暖，很温馨。你回去之前，我还跟我妈说了一下。姐，你爱吃什么？我特意叮嘱一下。反正我就是吃的很放松的那几天，都直接就胖了6斤，感觉，就感受到家庭的温暖。你来我家之前有没有偷偷的做一些攻略？搜短视频了。就搜啥的？去对象家里，见婆婆一些规矩。就是做了些功课，发现那些我也会的。你发现攻略上的人说的就是自己。加油！加油！实在遇到什么难事，就把那个火柴打开，然后许愿，然后这样吹灭。什么用呢？就是致敬一下童话故事。我以为说实在撑不下去了，以后就点燃火柴，然后点一颗地雷。你。点燃火柴，许一个愿望，吹灭，记住哈。啊，火柴在那边，好浪漫、啊。加油！我现在许个愿吧。你看，我这个愿望肯定实现不了，我连火柴都点着了，我一来就点着了。赵晴教我的，没有，我跟着你演奏了一个。
没关系，就是一个心理的状态。哎呀，除了你都是那个育儿大育儿那个组的。哎，真的。啊，是。嗯。但你也是我们的灵魂，你不会离开我们。当然。给朕退一下。皇上。皇上息怒。都是姐姐邀我歌舞升平。啊，姐姐挺好，姐姐说的对。姐姐咸的。你干啥呢？独自 solo。对啊，他在排戏。你太好玩了，你怎么能那么好玩呢？不及你一个脚趾甲。你的那个是天然的，我这个是后天训练，跟天然的比还是没有那个灵劲儿。您真谦虚。他打的是不是老专业了？教你是吗？你学的怎么样？他起码大概懂一点点。但是我们这一段的精髓其实跟打也没有什么关系。就是说你一边跳，一边学武术，一边唱刺呢。是。哎呀，刺啊！你给我10块钱行不行？滚！求求你，我真的我还没有生孩子。我的滑板鞋，时尚时尚最时尚。喜欢他吗？我喜欢他。啊，他闹，那不行，那不行。没人来了吗？哎，我们最后给到我们的角色也是别人不要的。那所以你会撒娇吗？我吗？嗯。他肯定会的。嗯，平常还是。应该没少撒。嗯，对。撒泼也会，撒娇也会。撒泼撒娇都行。转换自如。他都还没有示范撒娇，来，你跟他撒一个。啊？为什么跟他撒？你从来没有撒过娇，是吧？那是从来，但我真的不太会撒娇。怎么？哎呦，这样就那样了，我就这样。哎呦，什么摔跤了吗？你是摔跤？哎呦，撒娇就摔跤。摔跤了，没有，就真的不太会主动的去。男生不爱撒娇吗？其实有的，正常的情况下都是。挺人模狗样的啊、哦！对，然后突然来了那么一下，嗯，这是哪位？但是男生撒娇很可爱啊！对，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。哥也会撒娇吧？谈恋爱的时候？我应该会吧。就是自己的方式的那种。对对，就是不经意间，他不会说刻意的去。不是刻意的撒娇，就是说什么我要怎样，就是不经意的那一下。啊，就有时候你会啊，这样也是撒娇的一种。啊，对对啊，哎呦，你不要这样搞嘛，或怎么样这种。这不是海玲姐想要的结果。给你转账。嗯，好。那你转的那会儿给你转过去。行行行行，咱俩拉。我觉得张瑞蛮优雅的，优雅的。